明达老师，哎，你听了四位老师讲话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啊，能给我总结一下吗？怎么说呢？我的缺点也挺多，他缺点也不少。哼，非要带上他的缺点也不少。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也踩别人一脚。我就说一个我最深的感触了，什么都说了。我说不要把无知当成一种个性。 一个人只要心存阳光，一辈子都有青春。容颜上的青春是很易失去，但是你内心的力量的青春，怎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啊？反而是越来越青春勃发呀，具有张力呀。所以你现在的青春是什么？闲着没事儿看别人的手机，闲得慌看他跟哪个男人交往了，最细思极恐的是什么？ 手机、微信里有多少个联系人？加没加，每天都看，这事儿就这是一个20岁年轻人该干的事儿吗？你的青春真短，你的青春已经画句号了，已经没有了，因为青春是活力，青春是燃烧，青春是不计后果的付出，你一样都没有。谈恋爱这事儿，我建议你放放，你还没长大呢。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现在的女生经常会用钱来衡量一个男人是否爱她？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因为除了用钱衡量，这段情感里再也找不出可值得衡量的东西了。所以你们这段爱情只有7个月，我觉得挺好的。谢谢你们信任我们来到了这儿，不要彼此再耽误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增强免疫力，状态天动力，汤臣倍健蛋白粉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增强免疫力，状态天动力，汤臣倍健蛋白粉提醒您，精彩马上回来。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道歉什么意思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号，添加关注。每周4晚8点到10点，以及每月14号晚间7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将在线与大家互动，解答您的情感困惑。如果你愿意跟他们连麦的话，请私信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热线是0223606306。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 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看这对年轻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增强免疫力，状态天动力，汤臣倍健蛋白粉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增强免疫力，状态天动力，汤臣倍健蛋白粉提醒您，精彩马上回来，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了，老师，我想问，我做不到让我男朋友满意，我正常和朋友聊天，他都怀疑我跟别人聊会抛开他，难道我有我自己的生活都有错吗？总吵太累了。
我该如何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呢？增强免疫力，状态添动力，汤臣倍健蛋白粉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增强免疫力，状态添动力，汤臣倍健蛋白粉提醒您，精彩马上回来。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没有错，那就要看你想要的自由空间和他能够给予你的自由空间度是不是差距非常的大。如果这个差距很大的话，你们相处下去就会非常的难了。